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春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春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春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24页，624页最后一行看起，还古文法分三段啊。第一，菩萨闻法得道，请看经文：经须臾间，还其本故，多习集会七宝讲堂，无量寿佛在为广宣大教，演唱妙法，莫不欢喜，心皆得道。经文很简单，里面有无量的奥义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右文右面这一行半经文，表菩萨众游行十方，还归极乐。这在极乐世界是很常见的，每一位菩萨都非常想到他方世界去参学啊。如果你要说是观光游览也讲得通，观光游览主要的目的是在求法、修福、修慧啊。我们知道智慧是处世间没有能相比的，是祝福，福报也然啊。佛的智慧福报登峰造极，能够亲近一尊佛，那个福报就不得了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，照中国人的计算，啊，外国人是2500多年，中国历史上记载的、计算的，我感觉到很可靠。
3000年。300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地球上，居住在现在的印度尼泊尔这个地方。那个时代的人能见到释迦牟尼佛，佛报比我们大。我们没有这个缘分，见不到。可是如果我们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能不能见到释迦牟尼佛？能。释迦牟尼佛现在在哪里？释迦如来他自己的道场是华藏世界，华严经上所说的。华藏世界见他的报身，华藏世界是他的报土，十报庄严土，在那个地方现的身报身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在那个地方讲经教学，接受教育的都是化身菩萨，不是化身菩萨见不到十八土，只能见到十法界六道轮回。所以你要真正把这个经文意思听懂明白了，你肯定发心求生净土。为什么？能亲近阿弥陀佛，能亲近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能亲近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诸佛如来。亲近一尊佛，佛报就不得了啊！亲近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那个佛报谁能跟你比？没有能比的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第一大德就是寿命无量阿弥陀佛无量寿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无量寿。极乐世界没有生老病死，只有乐没有苦。前几天我看到个小朋友劝小朋友念佛，念阿弥陀佛。那个被劝的小朋友比他大一点，问他为什么念阿弥陀佛，他说不出来。我就告诉他，以后再有人问你为什么念阿弥陀佛，是快乐吗？极乐世界吗？我要快乐，所以我念阿弥陀佛。你不念阿弥陀佛，你就不快乐。小朋友这样确认可以啊。真的是极乐世界。以下这几篇经文都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真实状况。
啊，前面两品都是讲十方菩萨到极乐世界去参拜阿弥陀佛，接着又给我们说极乐世界那些菩萨众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如是，没有例外的啊！你看他神通多大，他有能力分身，分无量无边身，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去拜佛，去供养，修福，去听经闻法，修慧，福慧双修啊！一天的功德，修行一天的功德，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的修行也比不上人家一天呢。你说这个地方要不要去？啊，真正把这部经看明白了、看通了，非去不可。啊，非去不可，你就决定得生。为什么？这个道理，您现在量子力学家都懂得。啊，量子力学家发现，所有的物质现象，通通都是念头波动产生的。所以大乘经上佛常说，相由心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说明这个道理啊。极乐世界确确实实达到百分之百的圆满，就是心想事成，想什么什么就现前，不想就没有了，得大自在啊！不去错了，学别的法门错了。啊，我在昨天跟诸位说过，我出家的时候有两个同参道友，像兄弟一样，明严法师、法荣法师，我们三个人同年，三个人都短命啊，看相算命都说我们过不了四十五岁啊，我有缘出家了，他们跟我一起出家，我们一起出家，一起学佛啊，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讲经、修净土，我这两个好朋友看到我学得好辛苦，讲得也很辛苦，未必有人相信，他们两位到台北大溪那个地方密宗有个道场，去上寺在那里住法，他们两个学密去了。为什么？密宗快，我密修成了，我一显神通，大家就相信。你看，我是
遵从张家大师教导。啊，大师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，也就是跟释迦牟尼佛学。释迦牟尼佛的一生，我们在释迦方知、释迦谱里面看到了，这两本书是张家大师介绍给我，告诉我学佛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要不认识他，你会走错路。啊，走错路最怕的是走上邪道。那个麻烦就大了，啊，走偏了，走邪了，啊，所以叫我读这两种经，这两部经在当时没有地方找得到，只有大藏经里有，分量还不多，我们从大藏经里抄下来。啊，仔细读了之后发现释迦牟尼佛搞的不像是宗教，宗教是迷信的，那个时候这个概念，造很重的业啊，以后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宗教真正的意思，现在人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宗教啊，大家都说佛教是宗教，基督教是宗教啊，宗教都是迷信，跟迷信挂钩了啊，其实这是我们疏忽，这两个字要不懂查字典嘛，一般我们学生用的字典都查得到。啊，宗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宗有三个意思：主要的、重要的、尊崇的。教也有三个意思：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宗教两个字连起来不是迷信，两个字连起来是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崇的教化。教育不但是教育，主要的教育，如果上头再加两个字大家更清楚了，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，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。啊，尊是尊重，崇是崇高。你说这还得了吗？他搞清楚啊，要不然宗教真叫冤枉啊！啊，英国汤恩比博士告诉我们，人类的历史先有宗教，后有文明。文明文化从哪来的？从宗教延伸出来的。宗教能生，文明文化是所生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，这个文明呢？在世界上不会长久，顶多两百年、三百年就没有了。啊，汤恩比博士是个研究文化史的人，他说地球上有历史以来啊，这五千年曾经发生过20多种文明，现在只剩一种，中华这个传统文明只剩这一个了。
这一个在现在也岌岌可危。啊，这个文明在哪里呢？典籍就是《四库全书》，能不能传下去？看有没有读的人。《四库全书》有啊，我们这里就有好几部啊。要没有人会读，这个文明就没有了，就断掉了。啊，书我们大量翻印，不会失传了，谁去读？所以现在我找一批年轻人，认真学习，学习汉字，学习文言文，标准是有能力读四库全书，那么中国文明就不会失掉了，不会断绝了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啊，到哪里去找这样年轻人？我相信找得到，能找到真正肯发现的年轻人都不是凡人，他是什么人？菩萨再来。菩萨，中国人讲圣贤，那就是圣贤人又投胎来了，佛菩萨又应化来了，他们肯干，他们肯牺牲啊，真正努力的学习。我们对这个事情看得清楚，看得明了，我们发心做护法啊，这些东西我也没学过，现在学来不及了啊，我要好好的护持这些人，帮助这些人，成就这些人来拯救中国传统文化，希望底下这一代的人把它发扬光大，永远传下去，这无量功德，不但救中国传统文化，也救了佛教。为什么？佛教的经典是用中国文字文言文写出来的，你不认识汉字，不懂文言文，你学大乘经典可以，学的不多你就碰到瓶颈，你就没有办法深入。有文字学的根底能深入经藏，这个道理这个事实不能不知道啊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研究汉字，学习文言文，就是准备深入经藏的啊，不是深入经藏学了干什么？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不能不知道啊，如果要发心把中国大乘八个宗派都兴旺起来，那要从哪里开始？从四书开始，从老庄开始，从大乘佛法开始，大乘佛法在最后啊，为什么？世尊告诉我们，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佛不准我们劣等，
小人在写，中国从唐朝中叶以后不学小乘，所以小乘两个宗派在隋唐时代很兴盛，宋以后就没有了，现在人不知道有小乘，听到这个名字不知道什么是小乘。啊，中国老祖宗为什么不要小乘？看到儒跟道不输给小乘，用儒跟道做基础，直入大乘，比从小乘更方便。因为儒道是我们本国的，我们对它有很深的感情，容易切入，再有这个基础，切入大乘很方便。这一千多年来出了不少祖师大德啊，还有一些修学很好的在家居士啊，都能够达到菩萨的境界，做成功了，给我们信心啊。所以我们在台中学佛，老师给我们规定要熟读50篇古文，有能力读经，能熟读100篇古文，就有能力写文言文。现在我们都把它丢掉了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比上一代的比滑坡走下坡，差得很远的。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下一代跟我们比，如果也是这样的，也是滑坡，不如我们这一代，那危机就出现了。为什么？大乘跟中国传统文化可能在这个世界消失了。这是很可怕的一桩事，这是事实，就在眼前。怎么办？不能不发心来挽救。从哪里救起？从培养学生救起，让年轻的学生学汉字，说文解字，学训诂，学文言文啊。我们这个地方台南极乐寺开始在做了啊，我们在台湾还找到几位文字学的教授，不多了，都70以上了。10年之后，这些教授都走了，想学老师没有了。啊，这些老师现在年龄大，体力还可以，难得肯发心教我，欢喜啊！同学也不错，虽然不多，10几个人，非常认真在学习。学习这一门东西，就
传统文化，旧大乘佛法，这个功德非常殊胜啊！这个功德会保佑你延年益寿啊！我刚才讲，我三个道同参道友，寿命都是四十五岁。啊，我们三个都出家，我是听张家大师的话，学经教，修净土，跟李老师。啊，45岁，害了一个月的病，没死。啊，那我那两个同学呢，学密的很用功，那用功精神我比不上，我佩服他们，两个都没逃掉。45岁那一年3月法融走了，5月明眼走了，7月我生病。那个时候我在基隆大觉寺，林元老和尚借下安居请我去讲楞严经，我记得我讲了3卷，楞严经10卷，得病了。得病我知道前面两个走了该轮到我了，啊，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，医生医药只能医病不能一命，我这是命到了，没法子啊！所以每天念佛求生净土，念了一个月病好了啊，再继续讲经。到第二年我们在仁王护国法会上，我遇到甘珠和佛，啊，我受戒是45岁，46岁，这个关过了。甘珠和佛告诉我，我们在背后啊，都谈你啊。我说谈什么？谈你这个人还算是个好人，很可惜，短命，没福报。哦。我说真没关系，我自己很清楚，在我面前谈我能接受，我不反对。他接着说，你这些年来讲经教学功德很大，那个时候我教学12年，这个功德你的寿命延长了，福报很大，跟我讲这些啊。又过了一年他老人家走了，这是告诉大家什么？历史好啊，没有修成不行啊，改不了命运啊。我们这个容易啊，我跟李老师学经学小部经啊，一部经几天讲完，不超过10天，就是不超过14次，小部经啊。在没有出家之前我跟他学了13部，进度一个月学一部。我在台中住了15个月，学了13部经，出家就教父学院啊，我能讲13部经啊，一个学期才教一部，学生3年6个学期毕业了，我才用了6部，还有7部没派上用场，所以我对佛学院很失望啊。佛学院出不了人才，3年毕业了，1部经都不能讲。啊，我在台中，一个月学一部，1年学12部。啊，
受戒之后，我回到台中，我跟李老师说，我想学一部大部经，啊，过去学的小部，分量最大的《金刚经》《普贤行愿品》，这两个分量大一点。啊，李老师答应了，我带了很多《法华经》的参考资料。老师说，我现在正在讲《楞严经》，《楞严》的部头跟《法华》差不多，相等。他说，你最好学《楞严》，啊，我就不必抽出，另外抽出时间来跟你讲。他实在是太忙了，抽不出时间。我就答应了，啊，我就找楞严经参考资料，我在半年找了20多种，学得很扎实，啊，这一边听了这部经，我就能讲，啊，所以今年90岁了。寿命延长1倍，延长了45年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那学密两个同学，他们比我用功，比我认真，但是没有达到那个境界，这个寿命这一关还是过不去。啊，这个叫做个很好的比较。净土法门确确实实如佛所说，哪个佛？一切诸佛一心难行之法，它很容易修，但是很难相信。啊，佛在经上又说，能相信这部经，信愿持名往生净土，都是过去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一生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，又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，他才会信。这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了，我们今天能信能愿，喜欢这个法门，无量劫中学习这个法门，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得佛力加持，才一帆风顺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30岁开悟，开悟就开始教学，在落叶园讲阿含度无比丘，啊，阿含讲了12年，我们大藏经前面一部分阿含很齐全，阿含小部经度大概有2000-3000部。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南传的巴利文的经典阿含，只有阿含没有大乘经，跟我们的阿含经对比，大概只多个50-60部的样子，3000部只差距50-60部。可以说很完备也。释迦牟尼佛讲了12年，啊，12年之后，这个12年小学，12年之后中学讲方等8年，啊，讲完之后讲般若是释迦牟尼佛主要希望传给世人，
但是前面没有二十年的基础，你不能修，不如好比是大学啊，前面阿含十二年，方等八年，二十年，二十年基础才能学般若。密宗也是般若，最后八年，佛讲《法华》等于研究所。把二十二年般若成就的是菩萨，把菩萨提升到佛，法身菩萨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，办学、教学，啊，真的有次第啊！你看，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。像我们现在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我们就很明显看出来，释迦牟尼佛用现在人来看法，他是什么身份？他是一位大教育家，跟中国孔子一样，有教无类呀。啊，伟大的社会教育家。那么教学的内容，阿含里面多半是人天法，让我们能保住人天身份，不至于堕三恶道。啊，内容、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教育，啊，那么方等、般若里面，就是中学、大学里面，啊，向上提升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哲学，是科学。而且哲学科学达到登峰造极，不是没有，有啊。啊，最后是解脱，宗教的目的是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这是佛陀的教育。啊，虽是诸佛如来的教育，目的是叫你离苦得乐，六道轮回苦，十法界苦，啊，到极乐世界就乐了。啊，这个十法界六道里面的苦，在一真法界里头连名称都听不到，何况有事实。这个教育才叫究竟圆满的教育。那那佛开的，大乘人开的，多少法门啊？像我们现在大学开多少课程，多少项目？释迦牟尼佛开的84000法门。为什么说84000？人有84000烦恼，佛有84000法门可以对治。啊，宗教的目的，回归自性。真的大圆满大自在，你要肯学真能做得到，不是假的。
啊，佛在三千年说的这个科学哲学，三千年后的今天量子力学家才揭穿一点点啊，宇宙的奥秘、物质、精神、自然现象从哪来，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啊，现在物质谜底揭穿了。这量子力学家告诉我，物质从哪来，念头产波动产生现象，根本不存在，它频率太高了。我们今天看电视，电视的频率一秒钟一百次啊，就像动画一样，一张一张换，镜头打开放一张，关起来换一张啊，它换得太快，一秒钟电过去电影上二十四张，现在的电视彩色电视一百张，从前黑白电视五十张啊，那我们现前这个环境它一秒钟多少张弥勒菩萨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问，释迦牟尼佛一弹指，这弹指有几个念头，问弥勒菩萨几个念头产生几个幻象啊，几相是也啊，几念几相是也，问了三个问题，弥勒菩萨告诉我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这么多念头啊，32亿，100个千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一秒钟，一秒钟32次的变化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所以说物质现象存在，存在的寿命多长是320兆分之1秒啊，一秒钟它已经转变2240兆次，就在面前。一点感觉都没有啊。啊，电视让我们都没有感觉了，才1/1000秒啊。现在实际环境是2240兆分之1秒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假的？这桩事情我们初学佛的时候读到这个经文无法想象，怀疑 啊最近几年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完全明白了，啊，特别是佛说的相由心生，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，先由念头后由物质现象，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，所以物质现象是假的，啊，相由心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一切法整个宇宙从心想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今天地球上这么多灾难可不可以化解？可以，只要大家念头都是善的，灾难就没有了，很容易解决啊，真正学佛、学儒、宗教信徒，大概每一个宗教都讲实现一道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
每个宗教都讲到。如果我们能把这十条做到了，真正落实了，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灾难从哪来的？这佛经上讲得很清楚。水灾从贪来的。啊，贪心流口水啊。啊，好吃的人啊，看到吃的还没到口流口水。贪心水灾。啊，嗔恚火灾，你看人一发脾气，脸上都发红、发热。啊，嗔恚感染是火灾，火山爆发。啊，温度上升，这个不正常，属于吃贪呢、啊。吃是风灾，愚痴，啊，龙卷风、台风，这些变化，贪嗔痴。啊，我们如果真正做到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啊，不妄语、不恶口、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灾难全没有了。地球上晴风调雨顺的，跟极乐世界没两样。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？还是相由心生。啊，他那个心是好心、善心、菩萨心肠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恶心，贪嗔痴慢疑的念头太严重了。啊，傲慢感的地震，怀疑土石流，就山崩地陷，地突然陷下去，这是怀疑。啊，贪嗔痴慢疑断掉，这个现象就没有。所以佛法可以治国，可以化解灾难，可以令一切灾难不生，可以把地球变成极乐世界。要的是我们要干。啊，你看这些极乐世界这些人，我们看了都羡慕。啊，每一天到外面去游览一圈，花多少时间，一餐饭的时间。他就回来了。他分无量无边身，同时去参访，啊，去拜佛、礼拜、供养、修福，向佛请教问题，或者听佛讲经说法，啊，不必听多，听个几句，无量无边身，你就听了。无量无边聚啊，用多少时间？一餐饭的时间，哪像我们在这里求学，求得这么苦？啊，那边太容易了，咋为什么不去？今天我们全心全力，第一等大事，头等大事，就是信愿持名。求生净土，世间事有缘就做，没有缘不求不做，心安理得了。啊，头等大事。头等大善事就是续佛慧命，对中国传统文化要续传统文化的慧命，不能让传统文化断掉，不能让大乘佛法断掉。啊，这是头等大善事。啊，印光大师老人家一生在世，你看设方供养，他没有去买一件衣服，啊，自己享受什么没有，一分钱没动过，完全拿来做功德。
他老人家所干的就是引进啊，供养多了，开了个印刷厂。我去看过，苏州红花社是印光法师佛经流通处，他们自己排印，那是用签字排印。啊，印的这些书数量非常可观，量大，种类多，啊，分送给十方团体都赠送，个人成本出售，啊，不以赚钱为目的，成本。拿着成本再印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我这个十方供养给我的钱，我什么都不要。啊，衣食住行都有人家供养好的，一点都不操心。钱全部拿来，跟印光大师一样印经、买书。早年在台湾读书人每一天提前到吊打，怕战争，如果一旦发生战争，怕的是什么？中国传统文化断层啊！四库全书只有一套文渊刻的啊，徽要孤本就这么一套，在台湾，在故宫博物院，这原书我都去看过。这个如果一个战乱丢掉了，那人类可伤心了，没救了，人类会走向黑暗时期。啊，所以就是希望把这部书翻印出来。啊，总在大家努力，书太大了，成本太高了。啊，印出来了，商务印书馆印全书。我问总经理，总共印多少套？300套。世界书局，我问他老板，你们会要印多少套？200套。为什么？没有人买。量太少了。啊，我钱够我就去买一套啊，前后这么多年，商务印书馆的民国100年政府请他们再版，也感觉到分量太少，就怕失传啊。商务老板世界书老板就打电话找我，告诉我我们在办，问我要不要，我听得很欢喜，要，要多少？我说我要100套，啊，不能涨价，老价钱，啊，一套每斤50000，啊，100套就是50万，啊，还有世界数据的。啊，世界书局他第一次印200套，我给他买了70多套，大主顾啊，啊，他再印的时候通知我，我说我给你预定200套，先后和这个会要四股会要，我买了330多套，干什么？送全世界大学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收藏，这样纵然是天翻地覆，我相信老天也会给我们留几部，不至于失传。啊，这用这个用钱可以办得到啊，但是人才没办法。现在书摆在这，没有人读啊，我们看到的废纸一堆啊，怎么办？
所以想到办佛学院，汉学院，汉学里面我四个系学习，一个文字学，文学系，汉文学系，另外儒学系，道学系，佛学系，在儒释道啊，我修学期间是五年，目标是培养有能力懂文言文，懂汉字，有能力读诗库，读这个会要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，我就没事了啊，现在干的就这桩事情啊，这个是拯救中国传统文化，拯救世界文明啊，全世界的人都得好处啊，我们有这个愿，无从下手啊，一生没有办过学，教过学没有办过学啊，当过教员所以对于学校行政一窍不通啊，有这么个愿望啊。去年访问英国，听到一个信息，英国政府下令全国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所有学生都要学中文啊，中文是他们第一外国语。我听到这个信息，我去看看真的是假的啊，这个出乎我意料之外啊，所以到英国好像住了八九天啊，威尔斯大学校长带着两位副校长三个人来看我，我们聊了三个半小时谈汉语非常难得，我们所说的他都能理解而且都能接受，最后要求我们伙伴学校有学位啊，在这里毕业可以得到汉学博士学位，祖宗安排的，不是人安排的啊！我们重要的这个框架的合同签订，希望今年九月开学，开学也同时上课，正式上课明年一月。外招的学生都要来接受教育了啊！现在英国人比我还热心，我很受感动，不能不做。你看，外国人都干了，我们不能不干啊！所以这个密切合作意义很深，这个密切合作。我们相信对整个地球的灾难不能化解能减轻啊，因为这个事业是关系全球的，不是关系某一个局部的啊。我们的目标是希望10年之后文字学啊，就是这个汉字文言文能够普及到全世界，30年之后整个世界人都会懂汉语，都会认识中国字，我们目标定在此地啊。教学主要的课程两部书，这两部书是四库的钥匙，
也不是，他有了。群书之要，唐太宗编的。另外一套是民国初年，张教授编的，叫《过学之要》。啊，是群书之要，过学之要，这是我们汉学院的教材。我们不要编教材，古人编好了。啊，这两部书可以救国家、救民族，可以带给全世界的人幸福、快乐、安定、和谐。这大事。啊，欢迎年轻的朋友们发大菩提心，把这两部书学好，就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。齐家这个家，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企业家。你能把你的企业办得非常成功啊，你要参政可以治国啊，带给全世界永续的安定和平，大事一桩啊，这不是小事。啊，那更大的事情呢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千万别把这忘了，这个比我刚才讲的还大啊，究竟圆满啊，那什么，那要救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所有的苦难众生，这到极乐世界干这一桩事情啊。我们前面是搞汉学院，是地球，是救地球上的众生啊，三千大千世界还做不到，可是到极乐世界却做到了啊。这个经不能不学，学了之后对极乐世界产生信心，产生愿望啊，希望我一定要去，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引接我啊！我们干的事出世间事都是佛菩萨的愿望，佛菩萨的一个愿望，统一的就一个愿望，希望众生离苦得乐啊！没有希望众生受苦受难，希望众生离苦得乐啊，所以幕后这个四句广宣大教，大教是大乘佛法，是回归自性，是教化摄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，言常妙法，演示表演，做出榜样来给人看了啊，这单单有个演字，把身形言教都包括了啊，你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十善业，自己要做到才能叫人啊，自己做到是心身心，我做到了，我告诉你你才会相信啊，我叫你做我没有做到，别人不相信啊。做老师的要身心研究，做父母对儿女要身心研究啊，父母说话算话，
说话都能做到，小孩不敢不听。啊，你欺骗他，他欺骗你，那就没有一句实话。妙法是无量法门，啊，学习的人莫不欢喜，心解开了，道得到了，啊，心里面的疑难杂症全没有了，这叫解。啊，道是离思都圆融了，事出事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没有一样不知道，你没有一样不明了。这什么人？极乐世界的菩萨。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老师阿弥陀佛，其他的所有往生去的人都是学生菩萨。啊，那个地方说是极乐世界弥陀佛国，也可以说是阿弥陀佛的道场。啊，他太单纯了，那个地方没有皇上，没有总统，没有行政组织，啊，那个地方只有一个阿弥陀佛说法的大讲堂，莲花化身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讲堂有你的座位，不会做错。啊，在那个地方进入讲堂听经，毕业了离开讲堂就成佛了，多神似啊！啊，自信里面所具的佛法通通显示出来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又问表菩萨众由心设法还归极乐，听佛说法，这个佛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些菩萨们都到十方世界游行，回来了，回到极乐世界。啊，回到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。你想听什么经？你所听的就是你要听。我想听华严，听的句句华严经。你想听法华，你听的就是法华经。这叫什么呢？个别一对一的传授，同在一个大讲堂，但是一对一。啊，你想听的经，佛就给你讲着，你听不到他的，也听不到他的。我们的科学技术还做不到，差得很远呢。我们可以就在国际会议上同步翻译，啊，就有点味道。啊，它比同步翻译，它不需要机器，直接听出来的就是。啊，84000法门，想学什么法门，就佛就给我们演说什么法门。
时间须臾间，须臾者片刻也。下面是相当于48分钟。据居士论十二卷说的都有根据啊，中国古时候计算时间单位是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12个时辰啊，我们今天用的是外国的，所以叫小时，它比我们小，我们一个时辰是它2小时啊。印度的时辰最大，印度把一天只分为6个时辰，所以叫60，白天3个时辰，晚上3个时辰，所以昼30夜30，它一时是我们现在的4个小时啊，居士论里所说的唐译的这个经文有晨朝供养他方无量百千诸佛啊，这是从五种原译本里头看到经文的原貌啊，供养只是清晨的菩萨们化身出去供养啊，实际上本身还在讲堂，没动啊，没有离开讲堂，化身变化身过去了，啊，去供佛，等待这些过化身又回来了。又云，基于晨照还到本国，正是经。须臾间之意，是很短的时间，时间不长啊，1个小时或者是不到1个小时，他去供养，供养完毕，闻法完毕，他回来了。于是会居于七宝所成之讲堂，这个七不是数字，是表法的，代表圆满啊。七中国人讲七是四方，东南西北四方，上下加上当中，这叫七，代表无量无边珍宝所建成的讲堂啊，那个里面的珍宝你看不见，你也说不见啊，无量无边阿弥陀佛的大讲堂。信佛宣说大教妙法，什么叫大教？大是大乘啊，起心论里面为一乘法言，比大乘还大，叫一乘教。一乘就是讲成佛的法门啊，阿弥陀佛在常常讲啊，真正悟入就成佛了，成佛就毕业了啊，毕业之后十方世界哪个世界有缘，有佛出世这个缘，他就去了
到那个世界成佛，像释迦牟尼佛，在娑婆世界示现成佛教化众生。一乘法在我们佛教经典里面指《法华经》《华严经》，这两部叫一乘法，都是讲一生究竟圆满的大法。菩萨闻后皆大欢喜，自心开解，得无甚道。这是真的究竟圆满。道断惑，真理之智慧，愿发此智，明得道。这种智慧现前了。下面一段是念老引彭基清起心论里面一段话，起心论上加个彭基清就不是大乘起心论，彭基清居士他的著作里面有一部叫无量寿经起心论，是无量寿经的注解，叫起心论，是这一部书，不是大乘起心论，这部书就说得好，他用问答的题材来说，问无量寿佛说法，为是纯说一乘，为是兼说三乘，若纯说一乘者，何得尚有声闻众等？若兼说三乘者，何得何云二乘不生别故？这问得好啊！这问题是经上的，似乎两个说法是矛盾的，我们如何来理解？问得好，他解释的也好，答纯是一乘，别无三乘。其独佛在七宝讲堂纯是一乘，乃至于夜夜花中、夜夜光中、风声、水声、住音乐声，以纯说一乘，更无三乘。这个答复的好啊！只要进入极乐世界这个环境，佛没有三乘法，只有一乘，就像《法华经》一样。《法华经》自始至终唯有一乘法，无二又无三。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能够纯说一乘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当然没问题。所以他也是像一样，最后佛开始讲经的时候三乘，讲阿含三乘，方等三乘，到般若就大乘了，到法华纯一乘。这是我们判别世尊的教学理念方法。如举《法华经》做例子，《法华经》上说：“十方世界中，尚无二乘。
何况有善，特以众生跟智有差，众生跟性不相同啊，有智有愚，所闻各异，所证不同，故前文云言，后闻佛身，后闻法身，后闻身身，或极尽身，空无我身，乃至甘露灌顶等身。这个例子举得好，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开了。啊，其得闻者，闻法或真须陀含苦，斯陀含苦，阿那含苦，阿罗汉苦，这是小乘四苦，乃至不退转地菩萨，具足他是本数，他一本。这个经上有五种原一本，啊，五种原一本里面都谈到这些问题，啊，世界顺于佛土啊，即是过敏，实则决定成佛，不取有余涅槃，能回小向大故，佛本愿故，此说甚为精要。彭吉清这个开示很重要啊，这个人也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他是乾隆时代考中进士，应该是十八九岁叫入冠嘛，啊，20岁行官吏成人，他入冠也就是还不是真正成年，他就考中进士啊，他的父亲是乾隆皇上的兵部尚书，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国防部长，所以是高干子弟啊，一生没做官啊，没有从政，家庭环境好啊，所以他就去搞学问，搞儒释道，儒释道都通啊，现在讲是个专家学者啊，博古通今，一辈子念书啊，就是家庭环境好。乾隆是盛世，这几句话说的太到家了啊，极乐世界有没有这些四苦？实心实住实心实回向，这一些地位位次有没有？真的说没有啊，但是的程度确实有高有下，有高有下是跟他方诸佛世界大概等于哪个级别，是这个意思。极乐世界只有一乘法，他那里没有分别，但是你要细分程度真有差的，跟他方世界像我们娑婆世界就有等级的啊，释迦牟尼佛所传的这个有四国四相啊，39品有这些啊，那么这些你说的有可以按照别人学校来分，
我这个学校没有。啊，那我们将来在这个英国这个汉学院就是一乘法。啊，但是又可以分学校别的院系啊，它是哪一个级别，哎，相当于哪个级别。啊，我们这个不说那些。一乘法。极乐世界特殊啊，跟别的世界不一样啊，也许是阿弥陀佛在因地时候他发的这个四十八愿，要度众生，要让众生能够快速离苦得乐，这他的悲心，请教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用什么方法可以得到。老师告诉他，你立这个志愿很难得，要想完成这些志愿，先去访问参学啊，先你今天讲研究调查做报告啊，设方诸佛刹土，老师有这个能力完全展示他在面前，像看电视一样，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他看了多长呢？五劫啊，时间不是年月日，五劫。五劫如果不说小劫中劫，肯定就是大劫。五个大劫，一个大劫是一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，是一个劫。五劫这一个世界沉住坏空五次，时间太长了啊，才把一切诸佛刹土都看完了啊，一切诸佛刹土里好的记录下来，觉得不满意的不需要的删除掉，用这个来建造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标准蓝图是根据这个造的，所以说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精华之所在。我们讲的精华糟粕，糟粕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全是精华啊！所以这个世界就变成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，任何一个佛国都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相比。虽然佛佛道同，佛与佛的智慧能量都相同，那么其他的诸佛还需不需要造个极乐世界？没有必要了。为什么？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体，一体，那么阿弥陀佛造的等于释迦牟尼佛造的，等于药师如来教的，一样嘛，何必就多事再去搞一个？没有这个必要嘛。那必要的是什么？必要就是所有诸佛菩萨遇到人都劝他到极乐世界去，这就行了。你们只要介绍，只要保送啊，那个世界是无量无边，没有边际的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搬到极乐世界去，容得下。
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平常细心去观察，这是个好地方啊，应当赶快去 啊不但不辜负释迦佛的介绍，不辜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劝导，这叫报佛恩，这真正叫感恩啊！这一生遇到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过去我相信大家也都遇到模模糊糊不清楚，所以不重视，疏忽了，没去成。这一不去成，下一次再遇到要多长时间？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，三途一度五千劫，不能干了，这个机会落掉了，下一次的人生与佛法要什么时候？五千劫以后。这五千劫你在轮回，你在三恶道多苦，这能干吗？不能干的。不管怎样啊，这一生把求生净土摆在第一位。我们搞汉学院都是第三位、第四位。往生极乐世界才是第一位。不能因为搞那些第二位、第三位，把这个漏掉了，那个麻烦可大了。虽然这是好事，肯定升天。天有寿命啊，天的寿命没有五千劫，没这么长啊。所以观察清楚，明了，细细的算算这个算盘，你就会下定决心，我把这个摆第一。其他的什么都不放，不放在心上。有好，没有也好，都好。得到很好，失掉也好。决定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假的。这诸法实相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这就没错了。佛法紧紧抓住，心愿之明，事法要紧，生死关头的抓住，帮助他。继续不断去发展。好事不放在心上，卧事也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。最近有些同学要我讲华严经，华严经放下不少年了，我再想想怎么讲。普贤大愿，道归极乐。我换一个方向来讲，学华严经，回归净土，这样与我求生净土不违背，有帮助不违背。借华严经来了解世出世间法的
真相。华严说的最清楚，真相大白，该舍了，该放下了。妄要放下，不可得，真也不可得。啊，不是真有可得，真不可得。真是常寂光，常寂光在哪里？就在现前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没有一法在常寂光之外。啊，我举比喻，因为有电视，大家都在电视面前，我把常寂光比喻做屏幕。我们打开电视，一按钮，屏幕光就现前，这场什么都没有。啊，那个有声，有声按频道，频道一按，音声色相现前，知道它是假的。哦，这个是在波动，一秒钟100次的波动，1/1秒。我们了解的真相，波动的1/1秒的波动的色相假的，屏幕不可得，屏幕什么都没有，色相离开屏幕它不能生存，它显不出来，一定要屏幕。啊，屏幕是什么？阿赖耶。啊，色相是自性。啊，是屏幕，是自信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在这个里面就自在。为什么？该放下的放下了，该提起的提起来了。提起只有一句佛，佛号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不要忘掉。啊，口里面不念佛。心里面佛号一句一句接上就对了。学海贤老和尚，啊，他的弟子们给他出了一本书，海贤老和尚咏思集，这本书可以多看看。啊，看的遍数越多越好，至少要看30遍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是我们现前念佛往生净土的榜样。他是2013年1月走的，自在往生。啊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从小耕田，啊，父母亲都是种田的。20岁出家，师父教他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这个师父很了不起。我的看法。师父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人。啊，一见到这个年轻人，20岁年轻人，就知道这是个大才，是人才，可以造就的人才。为什么？他能成佛。用什么方法帮助他成佛？成佛才是大成就啊，成菩萨不算大成就，就用一句佛号。为什么？这个小孩老实听话正干，只要有这6个字，没有不成功的，无论是法佛法，你都会有大成就。啊，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
那么他20岁就开始念佛，念得非常认真，佛号不间断。这样的念佛人，我们相信他妄念少，妄想少，心地清净平等，跟我们经上讲清净平等觉，他得到这啊，清净是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这就成佛了。这样的人，这一句佛号顶多念3年，他就功夫成片了。啊，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，他想去就可以去。啊，阿弥陀佛就会给他送信息来，这个信息或在定中，或在梦中，或是音声听到，不知道从哪来的，告诉你，你的寿命还有多长，到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，你心就踏实了。为什么？啊，极乐世界注册了，有你名字了。啊，如果没去，还继续在这个世界，继续努力不懈怠，大概5年吧，5-6年，可以提升到4亿心不乱，那品位就高了。往生极乐世界，生阿罗汉所处的地位，同这个是有余土，叫方便有余土，比凡圣同居土高了。啊，相当于小乘阿罗汉、辟支佛。这样的地位啊，那么再有个5年到10年，我估计他不超过40岁，他念到离一心不乱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十报庄严土，就发生大事。所以他的境界，晚年的境界，也就40以后的境界，跟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平等的啊，跟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那个境界是平等的，了不起 啊多少次见佛，他念佛92年，真念不是假念，没间断的念。所以跟佛见面，我估计10次以上，92年了啊，见极乐世界，想去，向阿弥陀佛请求带我去啊。佛告诉他，你修得不错，多住几年，给大家做个好样子，叫表法啊。他也很听话啊，可能是说了什么时候佛来接引我？佛告诉他，你什么时候见到一本书，若要佛法行，我有生赞者，见到这本书我就来接你啊。就在13年1月，有一个信徒带着这本书给他，他盼望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认识字，怎么也读过一部书，谁会带书给他？所以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有这么个信徒带一本书给他，问他说：“
这个书名字叫若要佛法性，唯有僧才僧。他老人家赶快到疗法，把他最喜欢的衣服袈裟啊，穿袍大衣，拿着这本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，根据他旁边的人告诉我们，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要求别人给他照相，别人要求给老和尚照相，老和尚不拒绝，但是没有他主动要求，只有这一次，头一次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，第三天走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，啊，就是看到这本书，他就天天等这本书，啊，也不告诉别人，告诉别人也找到了不算数。啊，不告诉别人，所以难得了，啊，不容易。那么这段确实，这个经文呢，里面的含义非常丰富，非常精彩。啊，我们要留意这些地方。啊，这个经文我们讲的时间长一点缓慢无所谓，时间长短无所谓，我们要怎么去用功，怎样真正得到它，啊，怎么样叫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界不至于落空，确定得生净土，这个才重要啊！所以我们不是以解为主，我们是以行证为主，帮助我修行，帮助我证果，往生就是证果啊！往生等于成佛，虽然没往没成佛，但是必定成佛，绝对不会落空。我们对这个深信不疑啊，在这个时间我们只把净业三福抓住啊，六合敬抓住，家和万事兴啊，不能跟别人和睦相处，问题就来了，他跟我不和，我跟他和，啊，起初他不以为然，哎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五年、十年不变，他就不敢化了。啊，人有业障，很重的业障，不是一下就能接受，要长时间。啊，要不怕长时间。啊，我天天对你恭敬，你对我不恭敬，我对你恭敬。啊，三年五载，他对人都会恭敬。不怕艰难，不怕时间长，啊，就会有成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到此地。